有钱人你不会买那一台啊，有钱人也会买这一台。谁会无聊买那一台？重点是就变了一台，然后它重点是什么东西变好，速度变快而已。那是什么东西速度变快？可是他们差一倍啊！什么差一倍？容量啊！你说这两台？对啊，是同一台啊，那这只是容量不一样。哦，那一台是不一样啊，那台是一，是 Pro I， 它是 Pro Image， 那这个是正常的消费型手机。